阿罗汉已经出来了啊，在阿罗汉在2250年前啊，我们这个异次空间已经存在有5000年之久。啊，感恩诸佛的解救了，若不是诸佛的佛光啊，照向这个异次的空间，我曾经所在的空间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与阿罗汉法界中得见，正向下生，啊，至异次的空间呢、啊，救赎，啊，幸好诸佛慈悲佛光来到，可得解救正准备消失的异次空间，我幸而转由阿罗汉法界，啊，转而至相关大佛寺和诸圣。啊，诸圣众求往生西方光明，心中啊满怀感恩啊，当得之可得接受访问啊，我以意念让法师收讯息的方式写下我之名，一切感恩尽在不言之中啊。这阿罗汉在讲话啊，这个尤其啊，先谈谈我过去。啊，我为阿罗汉法界前曾在异次空间，那是一个草之林的空间里，啊，处处充满草精灵啊，这个好像你们现在听这个就比较不会有一种啊疑惑的眼睛啊，因为啊这个草都可以访问的，啊，草精灵多不多多，啊，假如说灵敏之啊灵敏比较。这个灵敏度好一点啊，这个草精灵啊，啊就是精灵，所以在这个啊，我处于充满这草精灵整个空间中，我们就是最主要的生命体。我们身躯很小，但很多数生命之力啊，力啊很强，就算我们的头断了，也还可以勉强生存了好几年。这句话你看看，那个草很嫩，有没有很好像又拔很难拔，而且你不戴手套会流血的啊，这个以前不懂啊，所以以前在拔草是这样啊，所以这个那股生存动力来自我们心中所产生很强的毅力啊，我们的祖孙八代都是住在一起，因为我们草的本体啊，这个扎根在土里，之所以称为精灵，是因为我们的灵是比一般物种亲民，草的本体啊就像是我们的灵魂房子一样，可以啊随心所欲自由进出啊，时当啊这个时常啊，我们精灵的灵性会在草地上啊群聚，期待的高高主啊高高真主父会对大家开始，我们布达王国其他子孙呢都起身于天界底下，界周为无边啊，出是来自一棵大树的一片叶子啊，树爷爷已经是10000岁啊，树爷爷10000岁，这是最让我们惊讶的事，因为我们的寿命只有200岁啊，周而啊，这个200岁周而复始，死死生生啊，我与这个王国出生死亡已经300次，每次都要达到死亡的边际啊，我们透明的身体就会渐渐的暗淡啊，身体沉重啊，挥不动，最后跌到土里。像这个你们不晓得天人啊，但天人来讲啊，到28层下面都要轮回，他们的轮回在哪里？腋下先臭啊，这个开始没有光，他们一投胎都到人道啊，所以要了解啊，这个现在学佛，把这宇宙真相打开呀、啊，人体很珍贵哟、哦，啊，人体的珍贵给大众讲，可以找回自己，可以做主，说《论语》土中啊。没有太多的告别式，大地会为我们悲哀一下，但很快又回到原样，每一次的生生死死我们都很用心体会，但第八代的
真真真真真真主父生命即将摧毁时，我们特地陪他他审判。这是他200岁倒数几天，在我们的国度中啊，岁数最多的就是200岁，就算很健康啊，岁数到了生命之体，哎，还是必须要回归大地。这可以说是生态的规则啊。那现在你们知道为什么要去西方啊？去西方就是不用轮回啊，像我们宇宙的银河系来讲都要轮回啊，你到西方都不用轮回。所以我们现在求的是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啊，这可以说是生态规矩啊，规则。这时候我为5岁才刚刚得到生殖体没多久，对将死之体毫无概念。我和真真真真真主父只有一面之缘，那就是我刚得到生命时还躺在母亲怀里，他以祝福之语啊，在我头上画了几个圈，希望我的成长一切顺利。如今啊，真真真真真真主父啊，生殖体将走到尽头，他对我们朝着家族来说一件大事啊，我率先和母亲说，我要去陪真真真真真祖父。啊，这个母亲啊很压抑，5岁孩子的反应很欣慰的答应。剩下时间，真真真真祖父啊停在一个山洞内，山已经是没有光啊，直到我进到洞里才把洞里给照亮。看到真真真的祖父的面容变得很消瘦，原本慈悲让人想靠近的磁场，如今身上发出不同的味道，是自然的草香味不见了，取代的是一种啊腐烂的味道。我将背在身上的露水放在真真真祖父的嘴里，让露水多多少少可以流入嘴中。此刻真真真真祖父勉强地睁开眼睛看我，好像不太认得我。于是我自我介绍，真真真祖父，我是你第八代的真真真村啊，这个乌达可以让我陪你几天吗？啊，祖父没有力气的点点头。于是我照顾三餐背的露水给真真真祖父喝，以保住最基本生存条件啊。有时会有来看真真真祖父的花精灵啊，他们是真真真祖父啊曾经啊这个祖父帮忙的人，他们会带来最新鲜的花蜜来让真啊让祖父养身体。我不想让他们看到如今啊祖父虚弱样子，会替祖父结下花蜜和他的道谢。啊，若祖父愿意吃花蜜，我则让祖父吃；若不愿意，这些花蜜配上一些采来的新鲜花，就放在假若让整个洞穴都有微微的香气。对于5岁我来说，照顾真真真祖父啊，这事不会无聊，因为我每天都在观察真真祖父身体还有没有灵体的变化。我想知道自己死亡前啊末后日子会怎么样啊，自己会不会也变成这样，是不是每一个精灵死前呢都是这样。所以啊，祖父在进到山洞前呢都还可以吃，也可以正常的啊排便啊，不过才一天的时间过去，祖父就是已经排出便，有啊虚便啊，也有一粒的啊便在祖父无预警的情况下自动排出啊，这个会便排出的味道一次比一次重，祖父好像整个人脱水一样，就连啊整体精神都变得恍惚。隔日我依旧啊背着露水来给真真祖父啊饮用啊
露水顺的祖父的啊，围开的嘴滑入，没想到又何时竹子呢吐了出来，吐出一个绿色啊枝叶，仔细看绿色枝叶里有一条活生生的虫，这个虫被祖父吐出时还摆动啊，卷曲于身体，看起来有些生气样子。原来这条虫是过去一族结怨之人，以100多年前原本大地啊将要有一场很严重的虫害，带领这场虫害的虫王名为提他多，他已经准备啊命所有虫子出动来覆盖大地，会受害的区域无法宽广，将会有草神、土神、各种草食性的动物，甚至连肉食动物都会受害。整个大地间的食物连一旦断掉后，将会有不可计量的森林受害。主为了阻止这场浩劫，以精灵界的灵敏找到了虫王，和虫王谈判希望虫王能够收手，没想到虫王的态度相当的强硬，根本对祖父所讲的话不屑一顾。祖父在不得之下只能口中念念古老的精灵语，让这个鼓瞬间在地上翻滚。就在虫王翻滚那一刻，祖父就把他一把抓起吞进肚，让古王完全被封印在祖父的精灵体内。古王也不是省油的灯，在祖父的体内散出毒液，让祖父透明的精灵体呈现有些黑紫色，就连代表祖父那一棵树草也整个垂落快要趴在地上。所以祖父在此危急之际是祖母相救，祖母在毫无预期的情况下将全身的精灵之气灌入祖父体内，完全将古王包围住，让古王起不了任何作用。就在祖母这么做时，瞬间祖母的灵就消失在精灵界中，没有人知道祖母到底去哪里，是死是活。代表祖母那棵树没有枯萎，也没有长大再长大，就好像完全静止不动。就这样大地度过一场浩劫，虫子没有虫王领导，全数解散，而祖父便被推举为精灵界的国父，祖母被称为国母，代表祖母这棵树草会被精灵界称为不生不灭的圣草。所以一旦大家需要帮助帮忙，或是有什么解不开的难题，就会到圣草前来解忧诉苦。讲完后，圣草好像发出微微的金黄色亮光围绕铁加这个加持诉苦的人。所以如今祖父的生命将消失，原来祖父和祖母所组合成的古老精灵座也在此刻要解除封印。从而似乎可以感受到封印已经解除，在祖母的祖父的肚子内强力的挣扎，以最大的力道翻滚，祖母才痛苦的将虫网吐出。被吐出的虫网身上还有祖父身中的绿色枝叶，奋力的摆动两下就消失在这山洞中。关于祖父祖母的光荣事迹是母亲告诉我的，说母亲告诉我的目的是要叫这小小的我以后也懂得站出来保护主人，要和祖父一样有一个极强大的勇气如今我看到祖父吐出的这条虫，
正是母亲当初和我所讲的都是真的，我不禁之由啊由衷啊佩服祖父。最后一天佩服祖父日子啊，祖父整个人说得很小，身上就完全安淡啊，嘴中念念有词，好像讲到祖母，又好像看到自己过去的样子。那曾经受大家尊敬，风光自己，甚至看到当初创立的空间精灵星图，我感觉祖父一下高兴，一下难过。我试着拍拍祖父，把他叫醒。我不懂得祖父是不是在做梦，但祖父似乎醒不过来。我感觉祖父的神志已经在由疑变得很不稳定，我怕祖父再也回不来。于是我用较大的力气摇晃出祖父，这才醒。啊，语无伦次的讲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最希望我可以帮他达成一个愿望。我点点头，很认真听祖父讲。祖父说：“乌塔，观察了你好几天，小小年纪如此有爱心又耐心，我希望你能够啊继承我，好好的守住精灵王国。”我顿住了，我不知道自己能够啊怎么做，但先答应祖父。祖父在我面前咽下最后气，精灵之声缩小缩小缩小，再睡的最后不见啊，代表祖父那那树草完全枯萎，没有生命力。啊，此刻整个精灵界还有各种森林，不管是草森啊、水精灵啊，还是石头林，都在为祖父啊哀悼，少了一个圣者存在。所以精灵啊界中少了祖父这位长者存在，整个体来说变得有些松散。这个变化在祖父离开五年后更为明显。说大家原本其中的心变得自己顾自己的家，说祖母之身啊所成的圣草就看不到诚心者来祈求，少了一个诚心的心啊，就成为了精灵界的毒害。我不想面对此事，但事态改变越来越明显，让我不得不站出来面对。此刻我只不过是个10岁大男孩，在精灵界中无任何人让你信任的条件，但祖父和母亲都希望我将来啊可以帮助族人，我就不可以让他们失望。我坐在一片的啊这个叶子上，顺着水流在思考。我小小的心告诉我自己，精灵界的事就是我的事。这强而有力的声音一出，我双眼变得炯炯有神，好像什么都拦不倒我一样。我告诉母亲，我想去劝劝其他人，劝大家不要当一个自私的人。啊，前几日我做了一个梦，如果大家在这里只顾自己，啊，这个那么大地间将成一场啊史无前例的大震动，会让很多人呢受其害痛。母亲听了很震惊，母亲很相信我，相信我所说的都是真的啊。我决定让啊，他决定让我去帮助大家啊。我斜背了一个袋子，里面装了一些蜜糖，再次坐上一片叶子，往下游流去。啊，我出发的水流之处清澈见底，我伸手从水中捞起一点水来洗洗脸，让头和颈部也湿湿，这一用来显得好清凉。我拍拍胸膛鼓励自己，只要从我开始改变，主人啊也会有希望。坐在叶子上的我以一颗单纯心啊一直在观察四周变化，先看到一个好巨大石头，石头上
爬了好几只蚂蚁。我忍不住问他：“你们要去哪里啊？”蚂蚁不理我，我又问更大声：“你们要去哪里啊？”这时有只不耐烦的蚂蚁就说：“我们不像你那么闲呐、啊，我们很忙啊。”那我又问：“那你在忙什么呢？”蚂蚁说：“我每天都要工作，进度哎，若路上啊突发状况，我们又要赶快应付。”我心中哦，又看到蜜蜂，吱吱吱吱吱吱吱，回来回去，啊，翅膀拍，看准了红花就在红花区，啊，住在红花区，看了菊花就住菊花区。虽是如此，但有时候采花蜜不是那么顺利，有些花不想给人碰，看到蜜蜂来时就很大声说：“不要靠近我，啊，不要碰我，你们啊触角很脏耶。”花还会讲话啊，嘿，但有些花朵对蜜蜂开心的说：“你们来了。”放眼望去，这个花朵附近有好多和我一样的花瓣啊，这个花朵啊，这个伙伴啊，因为蜜蜂传递了花粉，让四周花啊百花盛开，而性情不好的花朵虽然美丽，但一枝独秀，生命消失后就消失了，所以想不起它。说花儿没有想太多，它性情一直都是这样，过去当然是这样，如今当花还是这样。它讨厌人啊，还不是不止蜜蜂，还打在身上很大滴的雨滴啊，它会闻得天上大喊，很痛耶啊，雨滴也没办法，所以一定会打到他身上啊，流到土里。下雨啊，天啊，就是这样的啊，这朵花大花雷霆的时候，而其他的旁边的花土鹅啊虫鹅在下雨都好开心欢喜啊，这个啊仿佛身体被清净，仿佛有饱满的雨水可以滋养，让大家在呼啊欢呼时，这朵花儿笑了大家的啊笑大家的无知。他活得高傲却不快乐，看了这个景色，我好心的啊拍拍肩膀，回到这个啊花朵面前啊，这个村长说：“你好美哦。”花朵说：“我本来就是这样，请不要啊靠近啊，太靠近跟我有点距离。”我往后回忆一点对他说：“你快乐吗？”花说：“谁不想快乐？”我说：“想快乐你就要先练习笑。”花说：“笑？”勉强从臭脸中挤着一点看不出来是笑的笑出来。我说：“笑了再开一点。”花有点不耐烦，再挤多一点笑容出来。我说：“啊，你看看你现在啊的心啊是不是开了一点？”花说：“诶。”然后就不说话。我说：“啊，是就是啊，就是是，不是就不是，你心里会更快活。”花还在沉思，最后说：“小子你很厉害，我心从来没有开心过，但跟你讲话我的心比较开朗，为什么你能这样？”我说：“啊，因为我有任务啊，我想要大家祥和。”花说：“那我能帮你吗？”我说：“你可以每天开心笑，就是在帮助我。”花点头啊，我拍拍翅膀往前飞啊，有时飞有时走啊，有时啊踏大石踩大石，有时跨越小溪。某一日因为河水啊太宽敞啊，我回不过去，一不小心就掉在水中，砰一声随着水流啊咕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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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滚动。我一听被冲刷，一直被冲刷，有的水流好快我就流得很快，有的
比较缓慢，我流走的比较慢，我很想挣扎从水中中飞起来，但我的全身已经湿掉，翅膀好重，重到我无法啊展翅而飞。我不知道自己会这样，我心没有太多紧张。就在我整个人快要失去意志时，我发现我没有在啊顺着水流走，我被一道的粗粗的藤蔓给啊困住，啊我头好痛，我头好痒好痒，这才努力再从昏蒙中啊努力张开眼睛，原来是一只啊鸟停在我的头上，我无力的摆动头部，没多久又再次的感受头重力的碰击，不知道过多久醒来，完全忘了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啊，我又是谁？我头部就像一条线断了一样，怎么会接不上来？我不知道怎么办，也不知道何去何从。我完全恢复一个十岁小孩该有的样子，甚至我的心开始慌张，想要找我的父母。我来到一个充斥着人的世界，我站在街上不断的哭，一直哭，一位阿姨问小朋友你怎么了，我答应我想找父母，阿姨问你父母在哪里，我答我也不知道，好心的阿姨不敢丢下我一人，于是啊跟着我说你先跟我回家，我再帮你找父母好吗，阿姨啊劝了我好久我才答应，这阿姨牵着我的小手，招手叫了一部啊拉车将我抱上去，靠在阿姨旁边，阿姨身上的味道好香哦，是一种让我安全的倾向，说阿姨怎么像是知道我在想什么一样，从一个秀很漂亮的锦囊中拿一个香包啊拿给我，我幸运的接过来，拿起来闻一闻，闻一下不够，第二次再闻，啊，深深呼吸再闻，整个香气从鼻子内灌进了，啊，呼吸道，啊，关系在呼吸道内，我脸上很自然呢，就露出一抹的微笑。阿姨在旁一直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她知道我非常喜欢这个味道，她告诉我香包里放了很多的花瓣，还有一些自然的草，这个香包就像大地间自然味道，我点点头，真的很欢喜，所以啊，把香包抱在手上，经历了没多久，拉扯晃啊晃啊，摇晃啊，我就睡着，再次醒来，我身上已经换了干净的衣服，躺在一个漂亮的房间里，我张开了眼睛，观察四周，啊，周围那位阿姨好像一直在陪着我，累得趴在红色的颈部垂下的漂亮的木头，啊，桌上睡着。我小心地掀开被子，这时候阿姨听到旁边有声音，啊，抬起头看我说：“你醒了。”啊，我轻轻地点头问阿姨，这里是哪里？阿姨说，这是我家。一瞬间，我俩都啊陷入沉思当中。只是阿姨先打破了沉默，她问我，你记得你家在哪里吗？我摇摇头，只是不知道为什么身上的体温开始急速下降，我将身体啊卷曲起来。啊，缩在一起滑动，啊，阿姨有点着急，问说怎么了？我就说我好冷。阿姨冲出房间，没多久拿了一个煤炭给我，啊，抱着，靠着啊煤炉的温度，我渐渐回温睡着。这个梦境中，我梦到自己全身是绿色的。啊，藏在水里，全是无力挣扎。我被这个梦境给吓醒，身上包了一个好温暖的毛毯。好几个晚上，我做了不同梦。虽然梦到自己在花间闻香，在草间
啊，菜谈，啊，甚至跟着虫子玩游玩耍，那自己好自在，样子让我特别喜欢睡前进入梦境的感觉。所以每天睡前，我都期待自己再去的好好玩的地方。如果这样，我隔天一早起来就特别开心，甚至一整天都在微笑。哎，我什么是开心啊？我没说，只是脸上红红一笑。所以跟着阿姨啊，生活一段时间后，久而久之，我已经忘了当初在街上哭泣要找父母的事情。渐渐，我已经习惯跟阿姨在一起生活。某一日，我在一个人走到田野，爬上了好高好高的树上，啊，登高而望，树上可以看到好远好远的地方。啊，当我正在享受远方美景，突然听到，啊，阿姨大叫：“孩子，你在干什么？下来，快下来！”我小心翼翼的从树啊上爬下来，阿姨很自然又很凶的眼神对我说：“告诉我，以后不可这样。”我微微点头，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阿姨已经把我当成她的孩子，很注重我的一举一动。到了该上学年龄，阿姨问我想不想认识字，我不懂啊，认识字是什么？是话就跟阿姨说，阿姨帮我决定，我听阿姨的。阿姨点头，某日啊，阿姨帮我全身都换上新衣服、新鞋子，带我到学堂，有几位年纪跟我相反的孩子啊，啊，大家一起接受夫子对我的教导，从去学堂开始，阿姨就叫我改名为梁，啊，梁叔，他们不希望人家知道我是无父无母的而取笑，所以就当我的梁，他还叫我一声，啊，他叫他一声梁，我顺便说梁，梁开心的流下眼泪。去学堂后，胡子告诉梁，我是一个很老实的孩子。虽然欢迎不改，但懂得帮助同袍。阿良听得很开心，并感恩夫子啊！啊，从这一刻起，良对我就是望子成龙的心态，什么东西啊，啊，都给我最好的。我很感谢良，但我心其实并不在乎这些外在东西。随着年纪越大，我越来越懵。啊，梦到自己在大自然中的飞翔啊玩耍的样子。上学后，我开始希望梁和护士对我的要求啊，我都可以做得到，我尽量做到他们对我的期待。某一日，梁握着我的手说：“孩子啊，我希望你可以去京城报考，将来做个有用的官人。”我点点头啊，于是护士开始为我啊，演练，希望我这趟京城考试不会白走一趟。我是个老实人，但文采也不会太差。胡子给我练习的考题，我一一都可以达到。胡子露出一个满意微笑的和梁说：“我京考考试应该是没问题。”啊，梁打从心里啊开心笑。上京前，梁又为我准备一套全新衣服。啊，一双全新的鞋子，让我一切都可以顺利。我和梁道别，就踏上前往啊京城赶考旅程。到京城路需要约一个半月时间，一切都很顺利。啊，直到京城，啊，在附近之处看到好几位啊，看起来也是要来赶考学啊。考生每一位气质都不太一样，有些穿得好，有些啊旁边还跟着书童伺候着他，有些啊考生甚至啊这个已经啊开始彼此打交道，互相了解对方的背景啊，对于茶楼间他们相谈甚欢。我这里实在饿得受不了，才会去茶楼内点了最简单几个大馒头，还有一杯热啊呼呼的茶，坐下来。坐下来时，我看到几位正在谈论考生啊
朝我坐下方向看一下，其中几位露出优点，啊，轻视的眼神，当我大口大口吃馒头，啊，隐约听到他们谈到，他们说穷书生来称我，谈话内容是什么我并没有听得清楚，我不以为意，就继续大口大口将馒头吃完，而我露出满意样子，付了钱起身离去。啊，夜里时分，我以不多的盘缠找一个看起来破旧客栈住，啊，客栈内到处可以看到蜘蛛网，客栈站了一位看起来很好心的婆婆开的，婆婆看到出来，啊，看出我不富，又知道我是来精神赶考，考生婆婆收了我少少的钱，叫我这段赶考时间就住这里，啊，他会给我最好的环境。我只是谢谢婆婆，婆婆领我上二楼，带我进，啊，走进这个幕后导书第二间，啊，这个厢房的门口，啊，这个很客气啊，对我说：“你就住在这里吧，请别嫌弃。”我红了作揖的感谢婆婆，啊，推开华门后有一个很大的窗子。晒进的很温暖的光束，让我看到会心一笑。房间内啊，家具显得有些古老破旧，厢房内啊，霉味有些重，厢房好像很久没人住。当我坐在啊围椅上时，需要先将上面的灰尘拍掉。至于精神赶考，这段时已经好久没有好休息。甚至也没有像这样啊地方住，一路上为了省钱，有时晚上找个夜里没人的市场啊屋檐下住，啊这个倚靠背啊就过夜。一早听到有人走动，我就赶起开始赶路，所以一路上不能有多精算，我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下去，才不会辜负两个夫子对我的栽培。啊，夜里啊，十分，啊，这个蜡烛微微的，啊，照亮。我们拿起自己最熟悉的书卷来观察古人的智慧。这本书卷呢，我已经翻阅了不知多少次，书卷已经呈现破旧不堪样子。其中文字当中含藏着古人无限的智慧，让我每次读都可以有不同的领悟，啊，每次也会喜欢呢，啊，投入进书香当中，啊，入夜不知多久，我才解衣躺下休息。胡子曾经教我要珍惜每日，所以辛苦一日我也要珍惜，获益良多一日我也珍惜，心中满怀感恩。隔了一早，我被刺眼阳光给啊照醒。醒后没多久，听到咕咕咕公鸡啼叫的声音，我赶紧起床洗把脸，转身啊微坐，就算是没人看胡子说也不可以松解自己仪规仪态，所以我一刻也不敢懈怠。再过五天就是精神考试啊初试阶段，我试着让自己静下来。在这里我不打算去哪里，我请问婆婆客栈类似我可以共餐，婆婆没想到太多的答应。客栈第一份早餐啊是个几粒米的青粥，还有几颗饺子，吃下咕噜咕噜啊一下子就没了，说肚子还是饿，就连盘子上沾有饺子油也已经吃得一干二净，说肚子啊，确实好饿。我拿起书卷，决定要进入书卷当中，忘却身体饿的感觉。但没想到，整个头完全被这个身体给拉走。当我想其中，肚子就一直说他还没吃饱。再次想要其中时，重点又被拉回肚子饿。没办法，自己打开了包，点一点盘肠，拿出一点
棚在往楼下走，看到客栈二楼有一个人也没有，婆婆正在打扫，也是我三千婆说，婆婆这个盘缠给你，想请你帮忙每一餐啊餐点增加，如今一两项未饱，请问婆婆是否可以啊可有饱食的食物来给一两。婆婆哈笑啊，笑了说，蔬菜啊，抱歉了，婆婆以自己所吃的食物量给你，忘了你是个年轻人，正需要吃饱才有体力，我就去准备这个吊饮不用了，婆婆日子也剩不多，不用赚太多钱啊，倒是年轻呢、啊、应该好好的照顾你，我向婆婆做啊，婆婆啊往炉房地方走去，啊边告诉我你回房等吧，我点点头啊，别多久时间我听到婆婆叫声蔬菜啊，我赶紧打开门，婆婆端了一个卤好的鸡腿还有一颗白花花的馒头给我，我咽不住脸上笑容感谢婆婆啊，关起来门后整个房间都是充满鸡腿味的香味，咬下这一口鸡腿肋对现在的我来说简直是最好的人间美味啊，没多久的时间我就将鸡腿肋啊馒头给吃得好干净啊，梳洗过后开始静下读书，感觉全身上下散出满足之味，满足之啊滋味后甚至很有能量，因此举起书卷所抬得特别高，书中的意境也看得津津有味，没想到在这一刻书卷连同我上半身尤其头部瞬间往下掉一下，在一个点头的好大力连我自己都吓到，我将啊书卷卷起来，没想到不到一刻眼皮又闭上，我连忙先摇摇身子啊，发现自己的头部整个呈现混账样子，于是我起身在向往内啊来回度啊这个度步，让自己啊身体可以突破这个混账的感觉，不知道来回啊这个几步啊多久，头部还是重，甚至啊随步时因为双眼闭了而碰上黄烈的桌子才清醒过来，这一碰差点从重心部要倒下，双手连忙扶起的桌沿试了好几次啊几种，最后还是配合身体握着床啊路上休息，当身体碰上床全身都觉得舒服放松，很快就睡着，再次醒来不知多久看到啊蜡烛燃烧长度，发现原来已经二刻时间，当下我有些起烦恼，回想自己为何如此的沉睡，原来刚吃了那只鸡腿后心中有着满足感觉，就回想起当初娘带我回的那段日子，弄了一碗猪油拌饭给我吃，当时我的居然觉得那是一辈子难忘的好味道，每隔一段时间我都会要求娘要吃一个猪油拌饭，娘总会装好大一碗让我吃，我脸上微笑啊，双眼一闭我好像瞬间回到家中空间，坐在木头石桌上吃的大碗光的猪油拌饭，梦中我吃的好饱好饱，趴在桌上睡着，醒来时我已经啊置身在一群的猪只的身边啊，猪的气味闻入鼻中真是臭气熏天，直碰我的脑部，我往南门啊闸门方面去想要打开闸门，没想到自己发出声音是猪的声音，顿时我心有些慌，心里想怎么会这样啊，而旁边的猪同伴很冷静地跟我说，老兄
我们当初的命就是这样，你就好好认命吧，啊，每天就负责吃，吃的就饱饱，直到死前那一刻，就算你现在逃出去，他逃不出啊，人类的手掌。看看你的耳朵，上面还有一个偏好，在偏好下面写一个主人名字，啊，我将眼睛往右上方的耳朵看，真的有一个钉在耳朵上的偏好，看到了眼前的啊栏杆，我知道自己已经逃不出去，我就在窝在一角度，什么话也不想，当主人发出的搜索时，所有的猪啊都站在栏杆旁边伸出头开始吃，吃到一副津津有味样子。我告诉你，我不是猪，所以我不吃啊。刚刚跟我讲的那个猪叫了窝在角度的我，老兄来吃饭吧。啊，我撇了头，心中想，谁要吃馊水呀？啊，这个猪子又说，老兄不要，和自己过不去。我还是不理会他。没多久，啊，这个，啊，我开门声，主人来，主人询问所有的猪的状况。当看到我这只猪，发现我居然躲在角落，没有在这里，于是开了闸门走来。当主人走进来，越来越近，我心有点紧张。主人蹲下来，对我左看右看，拉一下我的耳朵。看一下整个皮肤状况，全身都看了一圈，绝对没有狼狈，这才勇敢的将我赶到馊水去，一定要啊看我吃下馊水。我无奈的吃下一口，这一口下肚我忍不住咳嗽一下，这个馊水我怎么没有帮我吞下？我无奈的假装有在吃，却又趁主人没注意将食物吐出来。看着我，啊，看着我有在吃，只能放心离去。就在，啊，我听到关门声，立刻冲到喝水去漱口，想把刚刚嘴中的馊水味全吸尽，但没想到不管我怎么刷，味道一直在我口中打转。到了办公室，所有的猪只啊都找一处就躺下，唯独我。不太想要将身体碰到看起来脏兮兮的地方，哈如也是，所有蜘蛛啊都闭上眼睛，我实在站得受不了，四只脚一软，还是躺在地上又饿又累，休息吧，走看一看，看到没有人张开，于是我到馊水旁边观看，结果发现里面是空的，心想你也吃的太多吧，难怪个个都如此胖，啊，这个一夜只能说挨饿又累度过。隔日，我听到声音传来一阵骚动，是主人又提了一桶一桶的馊水。我还没有醒过来，但本能，啊，得试过穿越所有的族群，开始大口大口吃馊水，吃到肚子胀起来，啊，我才推到让喂给其他猪吃。我往后退两步。咚咚跌在地上，全身几乎包到动不得。就在这样一天又一天呢，我从一只身材中等的猪只吃得好胖好胖，直到某一日主人看上我，将我从围栏拉来，我本能似的尖叫，心中那的不要不要，最后还是被硬生生的拖走，拖到一四处。皆为水泥之处，我继续尖叫。除了我的尖叫之外，同时也听到好多尖叫声在我耳朵响起。我心中的害怕几乎到了极点，一把利刃阿刀就出现我面前。我双脚软瘫痪，祈求可以一刀就毙命，不要让我痛苦挣扎。就在刀子刺下一步，我的灵魂啊一声。飘荡在空中，成为空中痛苦哀嚎的主灵。啊，记忆停留在被宰杀前那一刻，在我身体醒来之时，我整个人变得很乱，无法集中，一整天好疲惫。
我心里隐隐记得刚刚可怕的梦境。当晚餐时，一道婆婆煮了三杯酒肉啊，配了一碗大白饭，送进我房间，对我来说是如此的人间美味。但门一关起来，整个房子充斥了猪油的味道，让我顿时胃里开始翻卷，想吐。于是我小心一点，啊，开启房门，走到了把三杯酒的倒在客厅外的墙，让狗儿食用。啊，我将白饭加了水吃下，将门窗，啊，全数打开了透气，好一会才让想吐的感觉过去。只是我忍不住往跑下楼找，啊，这个如房做事的婆婆和婆婆说：“婆婆，你的美味啊都很好吃，但应该考前我还是吃清淡一点。”婆婆点点好。自从上次梦到猪，醒来后我有不同的改变。首先，看着猪害怕，还有之前每一本我随身带的书中，过去我看到津津有味的书，甚觉得书卷当中有黄金屋，而如今看到这些书，竟然不时会打瞌睡，打瞌睡，这令我很不解。以房内的闭关第二日，我心开始浮动。原本宁静的心境，既然想去看一下京城人的生活，也想去享受这样的生活。其实到了京城后，我根本没有认真看过所谓的京城长得什么样，这样的人生呢，生活习惯又如何？啊，我所接触人，啊，只有婆婆一个人而已。我完全活在自己的幻想空间中，幻想很美好，啊，佛是很繁华。我心浮动，让我没办法静下来，啊，静下心看书。我知道打开窗，看看外面袭来的玩的民众，我目光很自然放在他们脸上表情，一个活蹦跳的小孩脸上写的乐，一个挑担卖菜的妇女脸上写个苦，另一个穿着华丽的妇女脸上写的闷，在一个年轻力壮小伙子脸上写的啊情，是啊，如果每个人表情都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么我应该有什么心来形容？我想想，我现在状态应该是一个杂啊字来形容。我问自己，是我的心杂，还是我所看的外像杂？对于我自己，啊，我还体会不出来。哎呀，我现在静默，啊，静静的看自己，观察自己，渐渐我开始平静下来。只是我给自己一个直字，啊，发现一切外变化皆是因心念而起。啊，啊，所以这个没多久啊，啊，给敲门打开，我所有思维被婆婆端上青州小菜，感谢婆婆，饱食一顿后，化解青州小菜对身体才不会造成太大负担啊！明天啊，你们就是青州小菜，拜三千拜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这个也不会有因为食物而一起动念。第三日初夜时，我就醒过来，因为我梦到一位女子，她说她是我的母亲，啊，有这个人生啊，我从没有去想到这身体从哪里的，还是我的母亲是谁？女子出现在梦中，用好温柔的语气讲：“我这个身体好像很有感应，自然而然会很渴望母亲的温暖情感。”啊，梦境中我还小，母亲将我抱在怀里，就在心中最温刻。我醒过来，我开始想：这位母亲该去哪里？早啊，从来就没想过。所以这一生我没有任何的啊蛛丝马迹可以寻着。这位母亲，啊，我虽然觉得好渴望这份关爱，
我是梁就是我很啊感恩梁啊，但和梁确实没有梦境中那颗深刻的情感啊，突然我的心有一阵烦，我有一个未知梦境就可以让我意念峰回，我开始啊练习啊昨日静下的感觉，结果发现这并不容易，昨日不过是外向所见之心动念，如今却是由心的深处啊而起。我问自己，如今18岁的男子啊已经可以自力更生啊，以此年纪来讲甚至可以共组家庭，我何须理睬这心中渴望的母爱的我。我不断的啊劝自己啊不去感受这种情感，我让自己的心安定起来，我看着自己即将要复考的这个目标而不想被干扰。这是第一次感受原来这个身体还有许多自己不知道的事情应该要学习突破，心中有一股声音告诉我这身体还有很不一样的层面。这一次我没有想他，只是心中刻印这句话，心中期待每日啊会有不同样的题目。第四的一场我什么也没有想，放空让我整个身体感觉舒服啊，没有太多的阻塞，品尝了书卷味，我好像进入书卷所描述空间中，有诗人呢吟诗，柳树垂岸，我好像喜欢啊这个漫步其中，看着平静的湖水啊微微笑，这画面出现在我头部，想在空间中再翻一下页，那是一个爱国诗人所写的，描述在国家即将灭国的悲喜心情，我感叹自己如今所处的时代还算是稳定，再下一篇又是不同境界，好像随着书卷之诗啊诗书啊进入了各种不同的想象空间，其中有悲有喜啊，各种情绪交叠在一起，我也随着这个其中的意境产生高高低低的情绪，脑中不停地变换各种画面，我没有意识到自己完全进入脑室中的啊空间当中，这个方向存留在我头部内的某一处。例如一张我啊折好衣服将行囊啊两种啊行囊准备一下，准备到京城考试，这段时间考生必须一同住在应考处，中央会中啊备妥常来供，这款项是中央每年为了召集人才拨花的啊拨款的啊这个进到应考处，我规规矩矩地锁住每一个规定，其中有一位对这次考试负责协助的太监啊这个领着我往东边的应考处住下，这是第一次我看到满满的人才啊，应考人各自地方穿的不同，身上所发出的气质不同，看到他们再看看自己，只告诉自己别多想，当大家彼此都还不熟悉，我还是客客气气算一算，这次考试总共有156位初考应考后啊刷掉一半，第二次应考为第7天后，大家都显得战战兢兢，考生散发出磁场不同以往本来和善的态度，和如今好像多了一层保护层。几天过后，考场出现有情公子买通考官透露考题，一阵混乱后，考官和考生都被中央给请走，考场的气氛显得紧绷且充满比较竞争的味道。阿姨乡村来的我不懂和大家相处之道，所以我选择不语，对任何人我都只是微微笑
啊，曾经有考生谈论我，我是退避，我不会刻意接近考官或和考生，成为群像处。我选择一个人默默研究研读自己认为重要的书籍。考生这也可以打，这个考场内啊，考生们都会支撑。啊，我是江西区，我是来东北区，又是华南区，他们彼此间会互相交流，啊，切插文采，甚至推举出最有可能成为状元的考生，大家拥护他，希望将来真正当上状元，可以照顾其他考生。眼之处，我看到除这几位被推出状元生发出充满的气息，也开始指使其他考生帮他做事。所以江西区派出一位有可能成为状元的人，东区也一位，华南区也一位，所以三区都是互相比较，甚至啊轻视彼此。不过几天后，大家就这样互相啊拉拢。拉拢来去，总有两次考试时间。我专注写考题，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怎么样表达，啊，做琢磨了好久才好不容易写出。我非常专注，啊，虽然听到四周有些叽里咕咕的嬉笑声，我并没有抬头，直觉告诉我有人在作弊，但我不管，我心里声音告诉自己要锁好。就在第二次考结果出来，录取者剩20人，而我顺利啊，这个晋级。所有考生都没想到我可以录取，啊，我的外表看起来是如此的穷酸，所以他们从来也没有把我当成对手。如今他们知道不可以对我啊掉以轻心，啊，居然啊。把我所有的竞争的矛头向了我，先是以敌意态度对我，以各种方式来找我麻烦，甚至放了建议瑞东西放在我船上让我吃上，或在菜饭里撒了尿让我无法食用。他们躲在一个角落看我的反应，段启芳早已经闻到啊这个普味而来的尿味，我面不改色将放一口口，啊，啊，放入口中，躲在角落的他们脸色表情非常惊讶，于是啊，又想好几种不同方式来对付。我不生气，也不想跟他们争。我努力直到第三次考试，这一天啊，这一次考试将从我20位之中挑选出状元，啊，旁眼。探花应试题目为三个大题，我从也没出现过啊应考题究竟想要我们表达什么。我试着跳出原来回答问题方框，我告诉你三个大题是我从小熟悉之处，无需忧尽管发挥，于是写下清流溪流水寒，月要下，啊，溪清闻天地我，我天地平如石，天地貌，天可凌群众，啊，地可纳群迷，我与天地一瞬间行变异，你我间其实同为一体身。我以此特别的观点超越所有的考生，几位考官领到我的与天地结合之心，相信我将是一位慈悲的仁者，于是将我批为本次考试啊场内的状元。当啊榜单贴出时，状元那栏上啊写着我的名字，所有的考生都相当惊异。啊，有些人说我可能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巴结考官，或是。我根本在中央有什么特别的关系才能够得到这次考试的状元。不管他们怎么说，此次的考试结束已经出来，
不会再有所变。身边除了考官以外，没有一个考生是祝福我，我不在意。考官要我先回家准备行囊，将来啊与京城内上任官职。我点点头，离开了京城，全去客栈婆婆道谢，并告诉婆婆考上状元。一次，婆婆拍我肩膀，做得好，做得好，看得出你将来你会有一个好官，是一个好官。我谢谢伯父，啊，就返回路途啊，皇家路。一路上我和应考时心境没有太多的改变，没因为自己考上状元而特别开心。我来自本来就相当节省，一路上马不停回到家中，一进门就娘娘啊，娘听到我的声音跑出来，娘儿你回来。我跪下给娘说，娘，我没有让你失望，我考上状元是要回来收拾行囊，要去京城上任，请娘跟孩一同前往京城。娘听到我考上状元笑了合不拢嘴，当娘说，孩儿，我一辈子住在这里，娘不想离开，若你想当官有空再回来看你。啊，娘为你高兴，希望你能够当真正的爱父子民的好官。我虽然不舍，但是已经是顶天立地的男子，也应该要学习独立。隔日啊，我去了父子家一趟，啊，一样跪在感谢父子的，这些年一直把父子当成我的父亲。啊，父子啊，把我当成他孩子，啊，耐苦的照顾我。问父子是否要同我去京城，我希望可以，啊，孝敬父子，父子同娘一样拒绝我。说父子告诉我，他还想在此地啊，啊，处家乡教学，此处资源较缺，懂得人并啊懂字的并不多，所以自己也不可能离开。我点点尊，啊，尊重父子，回到家乡几日，家乡纷纷都来跟我道贺，啊，我就以一个微笑感谢大家。五日后，我又启程前往京城上任官职。这一次出发，心情有些不同，因为满地受到村民的道谢，自己心中有一股很喜欢的感觉，因为自己也像村民所讲那个优秀，心中一股自然自傲感觉。哇，这完蛋了，自傲就完了啊！感觉啊崛起，但想我并没有决心，自己心境是已经有所改变啊！我任随着这种感觉，心中啊烦恼，走在市场，本来都是买十颗杆子头带在身上，如今杆子头对我状元来说不太适合，我又买了十颗的杆子头，且买了三颗的热腾腾的包子。以前的我会相当满足真诚心来感谢对方，如今我却一种高傲的心，变这么快啊，认为我这个状元啊来的这个小店官员应该要感到骄傲啊，这都是我心中产生的念头。除外貌之上，我啊则是用一种傲慢态度，虽然我还没有钱，但用剩一些钱买了一些比较有价值的东西到客栈送给婆婆。婆婆本来不想接受，但抵不过我的坚持，我告诉你啊，你应考前五日答应大人，我不会忘记，婆婆要好做。我点头，我依着考官的指示准备时间报道，同时考上盘野和探花人也到。啊，盘野是那位当初被封为江西状元之陆东，探花是一位高官儿子，称为沈华中。我们三个一同换在不同衣裳，感受到陆东对我透过很大不友善眼神，我不予理会。几日后拜会皇上，皇上向皇上恭敬顶礼，皇上看我们三个人后点点头啊，并下诏书给我与官职，三人皆为文官啊。官场上我们三人都表现啊优异，所以由于从小环境行事风格低调啊，陆东喜欢表现跟巴结，而沈华中因出身门第自然发出大有不同一般的气质。
以上朝观察术化解朝中关系，三家明显分派，所以一派迎合皇上，一派迎合太子。由于皇上年纪大，太子明显再不久将要接任，很多朝中大臣开始起义，皆势力啊拥护太子，想要将来可以收太子重用。我深信党伯不在，不想要张边长，陆东则是早就选好啊拥护太子。沈华的父亲是老臣，啊，虽然也没有这个选边长，但朝廷人自然就把他归为皇上这一派。除此之外，朝中还有很多的官员啊，两个后宫并会增长朝中的势力，好多时候都出现了官员兼彼此搅罪的情形啊。从这个政策的讨论开始，会有许多观察意见，还有各种拉拢关系。对我来说，我是看事不看关系，我不想跟大家同流合污，所以我选择独善其身。独善其身，结果是被冷落，成为边缘化的人，甚至无法升官。关于这个，我都不在意。进官场这年，啊，这年。陆东已经成为太子身边红人，总是用各种方式和我比较，心头对应。当初我成为状元，成为他的班爷而不平。这些年来，官场努力都要证明他是比我有能力的人。对他的种种行为，我不认同，我也不想跟他争。在某日晚上，清河上突然有一位平日只是啊趾高气昂的官员，被一位快速的挥箭射中，这支箭准确射进了官员的心脏，当中啊，当场死亡，顿时现场大家陷入一种混乱。紫金啊，紫围巾围进来，庆典会上人群失常，凶手没抓到，大家心陷入不安。隔日，上朝皇上震怒，命令一定要查出水落石出。日后有一位身穿黑的人被啊捆绑在殿上，所有的官员都在，皇上要他从朝，到底谁派他来，他什么也不答，在殿上当场自缢。死后身上搜出一个锦囊，锦囊写着我和几位官员的名字，皇上就把我们先压起起来，不管我们有任何解释。没想到这些年来低调的我还是遭人陷害啊，人证实了也没人找到任何的证物，没办法证实是不是我。于是我就在这个无法水落石出情况下关牢中，38岁我就这样被关到48，太子继承皇位放出来，只是我看起来像是垂垂的老迈之躯。放出后，我被啊放为平民，感叹我这一生好像快到尾声。京城一切我都没有任何留恋，我打算返回老家，看老家变什么样。和梁夫子可能早已不在人间。自从年轻离开家里以后，就没有回到村上，绕一大圈观察遇害，让我看透人性。人啊，为了自己的利益，居然什么都可以牺牲，真是太可怕。放逐使我身无分文，一路上，一边盖起，啊，一边啊往家乡返走。沿路上，我听到，当今皇上野心很大，一直想要，啊，领土扩大，侵占啊邻国，啊，于是向全民进行征兵。为满足权力欲望，也纳后宫3000佳丽，年轻气盛下未显出百姓安稳。听说有些地方官皇皇帝开始集结，国家陷入不安的状况。几个月的脚程，我终于到了家乡。家乡疫情又我勉强认得出来。返回家啊，从小到大家里头早已经住进别人
我忍不住上前问，请问当初在此的老妇人如何了？一门一个妇人，年纪看起来如同当初我离开家乡的两年。他说，你说是那位姓巫的妇人？我点点头。他说，他后来把房子给卖了，去到近郊的佛寺当义工。我顺着夫人所说的方向往佛寺方向前去，没多久在一座庄严的佛寺在庄严的佛寺就站在我眼前，我脚步没停下来，快步进入佛寺。一进门佛寺，我就被佛寺的佛号给射住，我心跟随一声又一声的佛号静下来。多年来以来，心中的积压许多委屈和无奈，不知道自己待在大殿里看了佛像多久。突然有一个师父朝我走过来，我一直望着佛像，没有注意到师父，直到师父开口说阿弥陀佛，我才回神过来。师父说到时间已晚，大殿即将关闭。我看外面确实天色已暗下来，于是我对师父开口，请问弟子今天可否借宿一晚？师父没有任何考虑答应。就在此时，我肚子发出咕噜咕噜咕噜声音，师父慈悲的哈哈笑两声，领我到大寮。走进大寮拿了三个馒头给我，我满足的感谢过师父。隔了一场我天还没亮就起床，想再去大殿享受庄严肃穆的感觉，没想到大殿好多僧人在做早课，每一位僧人都有三法师气质都非常虚，非比寻常。好，当初自己在皇宫里看到还有后宫的佳丽，感觉非常不同。换言万句僧人都有一种从心底发出的平静。我在大殿外站了，到僧人做完早课，早课完后僧人以严齐的排队陆续出大殿，走出路来样子庄严无比。待所有僧人都离开大殿后，大殿又恢复一片平静。我跨越门槛进入大殿，很自然跪在佛前，慈悲的佛好像在对我说话，但是我听不到。看到佛的庄严的透亮，自己如此的染污，我诚心祈求佛可以给我一条明路。当我这么想，我感觉佛好像这个音落我眼前，又再出现那位昨晚挂单的师父，慈悲对我笑。我鼓起勇气说，师父，我可收留在此地做义工，我会尽我所能为大家服务。师父没说话，只是微微点头，并领我给我一个干净的衣服披发。我问师父，寺庙内哪里最缺义工，我就从哪里做起。师父为大，要我自己好好观察。师父告诉我，所有义工都要有真心发心，坐于无形之间而谦虚谦卑，不将过去世俗惯性习惯带入佛事。若乃有世俗染污之行为，则要重新改起，不怒不语，不计较，实为真正的佛名义工。我点点头，谢过师父。我将自己心归于佛门，将佛寺当我的家，开始巡视佛寺各处，是我又要帮忙。经过观察，确实很多，例如佛寺的屋顶破洞需要补，大殿内的佛像拜殿好多都已经缺乏破洞，普通也是方线需要更换。看了这些，再看看自己，如今早已经不是为官者了，身上也没有半文钱，这该如何是了？正在苦恼不知怎么办之际，师父经过我身边，好像看出我在想，一口便说，莫起烦恼，佛门中人一切随缘。听师父这一说，
我决定心脏放下，我以己身做各种劳动之举，不讲过去是哪有钱，我可以说是市里当中年纪最大的义工，所以非常的珍惜分娩。我不懂，不确实自己生命是否将于下一刻结束，这意思不是我怕死，是我还没有找到此生意义在哪里。是此刻接到50岁年龄，有时啊服务当中会不小心啊一起过往，瞬间见到自己啊在一空间的啊显于前，还有一段时间这种情况频频发生，我自己觉察不该如此啊，于是我找一个时间请教师父，所以要我将心安定下来，并叫我打坐，让我全身可以静下来。刚开始打坐对我这老骨头啊来说真是相当辛苦，从第一步盘腿开始，我的筋骨早已经是不是听我使唤，说花婴儿动不了，说每天要盘腿这个姿态，我身体就必须花好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啊。刚开始酸脚麻，麻了半天都站不起来，我想要认老啊，但我这身体又已经跟我实际年龄是一样强烈的意志力，让我需要花了很多力气才办法改善。打坐后早期无法集中精神，很快就睡去，连什么时候已经睡去我自己不知道。曾经有一次打坐，我一个用力点头差点整个人啊跌倒，还好常常只有我一个，没有影响到别人。为了有进一步的突破，夜里我还选择以不倒单方式闭眼养生。刚开始我的老骨头全身酸痛快要受不了，就连白天出坡啊整个人都显得有气无力，但我不相信自己做不到，每天都是还是努力的克服着身体。曾经有一个问他，你年纪大了何必这么拼命，我没回答啊，继续坚持自己修行之路啊，一生当中此刻修行我终最真可实现。当我第一成功打了一炷香，我心感到无比的平静，我思想要再加强。当我这身体让我急不来，有些小师父会给我修行当建议，但当下我无法接受，虽然没有说话，但我认为他们年纪比我小，我不认为他们所讲的会是对。当我这个信念一起，我发现又开始严重昏沉，说这些年来努力的克服自己，我知道我的执着固执爱面子再次考验我的修行。当我知道我试着想要啊去改变，但改变的速度啊总还是比事情发生的速度啊，当我开始要起烦恼，我心里就起了修行时光是如此的珍贵，不该浪费在不需要时上。一次一次我跟着自己内在沟通，发现他真的被我软化，也渐渐听我的劝，我开始练习放下这个城中升值我身的任何观点想法习惯啊。当我一点一滴在改变时，我发现可以从一处打到二处，慢慢进步，直到某一日我零可以出题。我不敢因此傲慢或是高兴，我觉得只是最粗浅的修行啊，人家或许花了2年时间可以修到此，我只花了5年时间才有这一点点进步的眉目。我知道修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于是修行每一刻我都不懈怠，直到我灵性越来越自在可以遨游。刚开始我看到淡淡的光亮啊，随着打起坐来啊越定，所以看到光亮也越来越大，直到我见到一处清净又光亮的空间，我决定放下这个色身不再回体，因为我的光知这个色身将遇大变大解啊，这个色身
必须要承受这个怕，所以我选择在这一切还没有到来啊，争取的灵性自由。原来我所知空间为二十层，以二十重天啊，想要争取更高的灵性层次，于是我再次下生人道，承受当初啊没有还的大病大劫。这次我一出事，就经历好几次是生命的危机，不管身体怎么样医治，就是无法完全康复。直到受报结束后，我整个身体才显出渐渐好起。我与二十重天的灵性完全清明，以七岁之身告别了父母，独自进入深山中打坐，提升自己灵性与阿罗汉法界，安住在阿罗汉法界。我已经定中有2250年，直至阿罗汉法界中出现不同的声音，才令我好奇。我决定观察地球的澳洲相关大佛寺啊所做的一切啊，完全不同于我们的修行啊。所以此处此时放在无边的金光，此处此时放出无边金光，所见为看不到边的众生。时间一到，这句无边无边众生又发了一群无边无边众生。某一日，我认真的观察，发现这些无边的众生都被送走，送到我未曾经过的光亮空间中。我看不到这空间，只能见到无边光亮的眼前。此时我乃不想出来，啊，不想出定。我不确定自己出定后，啊，将会遭遇什么。当以物之光，此处将来，啊，此处将来将影响整个佛教，这让我相当，啊，震撼，啊，心中声音告诉我，我本该跟随此地，几万年前与不同空间，我成为娑婆之土，啊，当我看到此事，毫无考虑，哦，他是我的徒弟，我嘞，你不得了，是真的还假的？好，这个我成为是我之徒。当我看到此后，我毫无考虑的，随着圣众及天人前来，大家以佛事外为啊，展现今年庆贺。来到此处后，我终于见到西方极乐世界美好。我随着大家一同唱诵六字红名，啊，南无阿弥陀佛。说周围无限的空间呢，啊，无限的众灵，大家齐同往光明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感恩是我即西方极乐世界后，亦然可以如今的时居坏态，惭愧过去未随佛度众，如今盼求。以自己能力能够随师父度众，请师父接受弟子将发挥其能。哦，对，讲的是真是弟子啊。阿弥陀开始啊，西方净方啊，入西之人养一座莲，莲花定放啊，莲花绽放啊，花胎见物啊，入品莲溪择其自行啊。像现在也给大众讲，你们要看哦，你们都是西方来的啊，都是西方的人来的啊。像我也给大众讲，我们不要为这身体付出的代价不好，真正的要知道养莲啊，这个养莲啊，每天的功课要做，拜佛啦，念无量寿经很重要啊，像念一本无量寿就灌溉你的莲花啊，你假如不念的话，莲花不能灌溉的。我给大众讲要听哦啊。所以这个自在真是修行净土最大好处啊，能够啊洞悉许多事情，看透看清楚人间世界。像你们现在来我们这里也快到一年了，要有一年有了，有没有啊？二月嘛，现在几月啊？要了解啊，
你们福报大啊，这福报大，来这里听听，能听得下去，能尽兴的啊。可惜呀，你们都在自己的空间。你看他五十岁硬的生男啊，分成了呢，他在讲描述他也进入空间，也去当过主的嘞，很可怕的啊。像啊，给大众讲，我们都是一条灵啊。那你要看，你要自己啊，这个认识了我活了，慢慢说，你这灵就有救了啊。所以佛讲自在，这是修行净土最大好处啊，能够洞悉啊许多事情啊，这个看透，看看啊亲人的城市的啊城市前啊，这个很重要的啊。所以看透，看清人间人尘的世间，像你们现在来这里也都半百了啊，年轻也走过了，自在要珍惜哦。像啊，我们一口气在，要珍惜啊，珍惜啊，能够尽兴，而且细胞不老，对自己帮助很大啊。这个佛讲什么也看透，神也不计较，那生活是许多人从未有过。像我们学佛是这样啊，像你们来这里没有物质诱惑，不要计较啊，也不要要看透啊，这个对你们自己帮助很大的嘞。像我们来这里要计较，不能尽兴的嘞。像佛在养你，你还计较啊，你是一个不知足之人呐。给大众讲，我听哦啊。所以佛讲什么也看透，什么也不去计较，那样的生活许多人从未有过，如同啊水流行遍四方，也不受到啊占到。修行是这样的，像我们身体常常有波动，有感觉很苦的嘞。修行呢，不要波动啊，看了也知道都是假象，能够认清出来，你生活很快乐的嘞。要懂啊，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所以啊，这个能够保留一点啊护卫真理的信心啊，这个不会伤到任何一位啊。巧妙智慧的波罗行走世界，像我们现在给大众养灵就是要这样。像我们现在相关大佛寺里面几十位都在养灵呢啊，莲花这个越大你的气色就越好，不能骗人的。所以看到遇到都是要开智慧的机会啊，很重要啊。像我们今天学佛这个智慧不是啊，你在人间读书可以得来的。看到人间啊读书啊啊，是在社会的生存啊，而且学佛是啊自己能做主啊，能找出口。像人道来讲，要找出口难的来所以啊，这个修行就对我们非常重要。像我们现在佛法讲修行，就是我们来出世啊，先入为主，所以附体很多。那这怕不不怕？我们在学佛啊，修行就是把错误的观念、错误的见解啊，一定不要再造。像这个阿罗汉讲的当官啊，不跟人家计较又被害。啊，那个帮助那太子的，那搞这个东西都下地狱的嘞。像我们现在也给大众讲，佛法很现实。啊，
为什么我们要修行？就是要把自己的个性给改，不要像人家世间啊竞争斗争啊。现在我七十几岁，看到世间的都在竞争斗争，看他们都不是好地方的，他也不懂。所以能够修行啊，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要珍惜呀。像我给这样世间人家财万贯，赚了再多钱，生老病死啊。而且你要做好事没关系，坏事啊，到老了啊，样子都不一样的嘞。像人生很短的啦。啊，我也给大众讲佛法是教育哦。啊，佛法不是宗教。假如说你们今天把佛法当作宗教，你不能坚信的啦。啊，那个教育就是教我们修行啊。啊，把我们的错误见解、错误行为导正。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所以巧妙智慧般波罗行走世界，看见遇到都是要啊再开智慧的机会。像我会给比丘你讲，你们的智慧要比阿嬷高，一定要庆祝你两生意啦。现在的孩子很不好教的嘞。啊，你没有真正智慧，教不来啊。像现在的孩子污染的很厉害的，也不懂，科技也真的害死人。像科技啊，我也给大众讲啊，用在救人很好用。啊，假如你迷了科技、啊，那你就完了。很多人不懂，所以啊，巧妙智慧般若行走世间，啊。看到的都是想开智慧机会，所有的因缘是修行的挑战。像我们的挑战就是这个身啊，啊，这个身你能够放下，人家讲什么你如如不动，你就成功了。可是你们都不行，一讲一句的身体就波动，啊，那没有定力不行的嘞。像我也给大众讲啊。禅宗向往是禅宗，它是治疗行。那我们净土法门呢？啊，真正的禅是洞中禅。很多人不懂得嘞。洞中禅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啊。啊，所以心恒常平静，不再啊这个发起任何一丝的妄心。啊，像我们今天修行啊，越慈悲了、啊，就会越静啊。要养慈悲哦。啊，你不慈悲，啊，心一动你就输掉了。像我们人生的身体啊，啊，在这个净土方面来修啊，定很重要。啊，定能开慧。啊，没有定不能见性的来。那个定叫什么定？洞中定，不是打坐的四禅八定的定，不是的。啊，你能动中定，啊，进行很快的。所以佛又讲，啊，不再发起任何一丝好妄心，这样的心性恒常空性，啊，空，这样的心性是恒常空。像我们现在讲这个空无啊，寂静与清凉，很多人做不到。
要做到啊，第一个啊，知道苦。人生啊，很多人很苦啊。像我们走这条不苦的嘞，是践行之路嘞。啊，能够修行啊，改个性。啊，把自己本人给找到可以的嘞。啊，所以啊，这样的心是寒常空无的，啊，极尽清凉，是最适合修行的状态，也是最舒服的人间享受。所以啊，佛在讲一个故事。啊，从前从前有一个山洞的老修行者，啊，从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啊，经年累月，他都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一生之中从没有过啊遇过任何一个人士告诉他，但他机智过人，晓知天下事，啊，他是朝廷下令要追捕的要臣。现在讲说追捕的要臣，很多人听不懂，就好像人家看到这个老人呢，啊，有的官员去给皇帝报，他想要见他，啊，要了解，就像我，啊，我们讲中风常识来讲，啊，像这个杭州的灵隐寺，大家知道吧？啊，像以前呢，皇帝要他当官，啊，当主使，他不要。啊，他真的是在有修有的，你看中文禅师写的啊，实在太棒了。像人道很短啊，啊，在短短的时间呢，能够有智慧帮助人开悟，你就没有白来的了，啊。这个在讲这个老人来讲，啊，当他从未上任过，也未出现在世人眼前，啊，所以没有人知道他到底长相如何，也从没有人啊真正看过这一个神奇人物。世人所以知道这一位团结人物是，那因为天上有一个宝池啊，宝莲池，啊，村里有人说，啊，一座宝莲寺通达西方圣地啊，圣之地，所以这座宝莲寺是西方莲花，啊，像西方莲花不是这么花瓣这么大的，啊，它像菊花，可是它是卷的，啊，很美的，而且每一道那个莲花瓣都发光。好好的修啊，可以回西方看。每个莲花里面都有名字的。很多人不懂。啊，说这座莲花，西方的莲花，好多人想清嘛，但要啊一窥究竟啊，但真正看见的人却不是太多。真正看的人回来说，啊，所欲啊，说那真正人间仙境。而这座莲花寺主人，听说正是这位老人家。啊，因为古时候经常战乱，啊，饥荒，天灾人祸频繁，百姓啊，长时间苦不堪言。啊，当遇灾厄啊，致使更是无力的抵抗。传说有好几户人家，在身心最困惑之，曾有看过一位慈悲的老人家的背，送了一朵净剔透的莲彩，说家中顿时啊这个绽放光彩，而当下的苦也逐渐能够得到缓解啊。
这个大病也能够得到了出愈效果。相当神奇，老人的脸在当时各处宣扬开来啊，这个其实是希望节的事情啊，老人也就是我佛了，阿弥陀佛了。很多人不懂，像你啊，今年的好修行来讲，拜佛拜得好，莲花很美的嘞，很有水。啊，假如你啊，念经念不好，拜佛拜不好，莲花会枯萎的嘞。所以修行呢，重要在种莲花，很重要的。所以老人的名声也令宫廷知道，当然了，皇上的圣旨也是同步啊。这个希望请这位神奇人物回到宫中。时过数年多，未见音讯，说皇上便特下阿卜力，啊，追捕这个奇特人士。百姓们当然不同意这个指令，但大家真的也想看看老人家是什么样的人物。说老人以莲在当时社会活化并不盛行啊，说老人独自山中，名气却红遍全城啊，说这个老人家的莲花也与西方相连，这个说法当然是后世所冠上的美誉啊，啊，但却也是如此。所以要给大众讲啊，像我活了没有从世界啊，啊，创造可以讲五界世界创造极乐世界啊，所以给大众讲啊，这是在救我们的灵哎，像我们人的身体、啊。是最好修的，啊，这个其实人好不好修，啊，打开非常好修。像我们，啊，这个人呢、啊，都有个性，有知识，也不懂，还与生俱来，好像是应该的，啊，都是替自己想，像佛法不是哦，啊，佛法我也给大众讲要听哦。啊，佛法是帮助众生啊。像你看阿弥陀佛创造极乐世界，像这一篇呢是佛出下来要帮助人的，只要你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啊，真正的修心呢，修行西方极乐世界就有一朵莲花，像你们大家都有朵莲花，可是啊，色彩不一样。我在讲这个，大家要听哦。色彩不一样在哪？在你的心。啊，你越进化越进化，越没有自己，莲花越大。只要你自己心抓住你，你莲花不会大。而且色彩也不好，啊啊，这个怎么看？看身体，你身体越来越好，莲花越来越亮。身体出问题了，莲花就歪里八七的了。啊，我给赵总讲要听哦。所以这个性呢、啊、不改啊，莲花不能漂亮的呗。像我们这人道这人生来讲，完全是假的。我们把人生呢、啊、当作是真的，都为这个假身付出的代价，个性不改，啊，这个。自私自利，把自己给毒死了。
沾油莲花还含苞都没有开的嘞。啊，为什么你莲花含苞没开？你不灌溉呀、啊？也印证了你修行了、啊，身体出问题啊，跟没有出问题差很远的嘞。你身体越好啊，莲花越光彩，越水，越晶莹剔透。啊，像你们修行修行，身体都出问题啊，那莲花歪理扭曲的了。啊，我会给大众这种学佛很现实。像我们啊，我佛阿弥陀佛解义啊，啊解义还有这开始啊，给你们讲的这么清楚啊，自私不了的嘞。我给大众解要听我啊，所以这个曾经啊见过了。人是这样的描述喜欢你啊，而且啊栩栩如生啊，相当真实。去过天山看过莲花死的一位男子，很年轻啊，也很有才能，面貌庄严四方啊。他说那座莲呢、啊、莲池啊朝着我啊往啊这个往目啊，这个更会出现之际、啊，只有真正的啊，真正净啊，心净、纯净存在可以见得到。所以学净土啊，可以到西方看你的脸，有你的名字。可是我看到你们有的歪理把戏啊，有的还含苞在的，没有开，没有开就是。无量寿经念不好，念佛念不好，开不了。像我们香闻大法师，无量寿经不会念，不是修行的，很重要的。早课好好的念哦。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随着出现之际，只要真正心净，啊，能纯净纯善，可以见的。所以池中啊，每一座莲花，啊，大落莲开，微微的徐风，吹动莲蕊，莲花。九转啊，宛若彩灯啊，三花十万的异彩，很美的嘞。像啊，我也给大众讲，学净土法门很现实的，真正的净，真正的慈悲，真正的依教奉行，莲花很美的。啊，说三花十文的异彩，各个莲花更是不同风味。啊，像我们现在给的，我喜欢白莲花，你喜欢紫莲花，啊，还是红灯莲花、黄莲，个人喜欢的来。可是莲花给到的本色是白色的，啊，白色可以啊，化成。紫磨真金之色，很重要的啊！所以这各个莲花是有不同的风貌，有的金色，有的紫色，有的白色，有的红灯啊！透过水色的生动感，是世间所未有的啊！少年举笔画下这个风采。隔日早晨，跟团出许多少年睡梦中
安详离去消息。阿三年后什么没留，这个听闻也没有任何的阿家亲，身边只留了一卷的书，手书啊，上头简单写了几个字啊：白头僧帽老迷途，清净莲生呐、讲实生，今朝说法现实真，那是希望极乐土。像你们呢，来到贵宝地呀、什么事情都问佛，佛都给你解答。要好好介绍救人哦。阿佛在相关大护士啊，什么都可以救的嘞。啊，所以今朝说话先是真，那是希望极乐苦。这段美团又再传到四处，开始许多人想追随这个境界。阿但却未有人真正究竟过其中真实的阿语。阿依然一个臭头皮的小男子，随家人前往观赏这幅少年所画的阿莲图。男人不是太引人注目，男头是嘉欣已经看完，但男头还是目不转眼的盯着那个莲图，直到男头的脸，那孩子希望还家，然后开头亮，这脸上有我的名字。经过数百年的故事传承，被蓝童这一说，在场大家纷纷啊，赶起来看一下。从没有发现这个张图上各个莲花都有相应啊，好些人呢、逐渐开始留意的莲土的特色啊，更有人发现每一日的莲土都有变化，那个就是做功课了啊，就是修行的改心了。像我们呢啊，修行心不改，莲花很难看的啦。有的还含苞的嘞，为什么含苞？你没有精进啊。不能不懂。啊，你莲花开得越好，你的智慧越大，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啊，更有发现每日莲土都有变化。啊，莲花色泽改变，上头的香名完全转变。啊，这个有一些人更发现莲名的主人在莲台转变自己，莲名的主人更就安详往生啊。所以有智慧的大丈者接引世人往生希望极乐世界莲花啊，每一人像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有莲花，大小不同而已啊。啊，除非你离开这里不念南无阿弥陀就没有了。现在是我听佛讲，你师父没有莲花了，枯萎了。所以那枯萎啊，人体就变了，哎，就不一样。所以你们呢，啊，越念越念莲相就好，越来越好。所以无量寿经拜佛念佛很重要。啊，对自己帮助很大的嘞。莲花越水，啊，你的法相越好，而且身体非常好。所以净土法门呢，很现实的嘞。啊，所以给大众讲啊，学了净土啊。一定要放下啊！假如你不放下，我也给大众讲，你绝对不能进行。
啊，所以这个专门建议好心好的善良君啊，大家开始相信那种纯净纯善的地方，有些人呢开始记录这个世界的变化啊，也就是这张莲图上的莲花。有的人啊，因为世间行有善善功啊，莲花色泽光澈啊，光亮饱满，久久成长一点啊。这个有些人因为世间行的恶见恶行，莲花出现的枯萎斑点啊，逐渐的这个凋零不在。所以要给大众讲啊，一点念头都不行啊，连有念头都害死了。所以这个负责观察的年轻人开始广为宣传，希望大家要善见善见，减少纷端啊，杜绝恶念恶行，很重要。啊，大家喜欢接受这样的教育啊，甚至许多人开始期待前往这个美好世界啊。像我们现在很多在西方呢，你访问他，他都能讲的，就好像那个关佑贤啊、关军啊，他都有介绍的在西方的情形介绍得很清楚。所以也给大众讲，到了西方就不用轮回了啊，假如你到了司法界你还要轮回，就好像我们在银河系很多星球来讲啊，都是成出坏空才，很多人不懂啊。所以给大众讲啊，要珍惜一切啊。